买了半只鸭子，今天买来吃个姜爆的。先拿黑石水洗冲一下，把那血水冲了，洗干净，沥干，沥干了加老姜、大葱、料酒、盐，把它和转，备用，码味哈。啊，把那个腌制了的鸭子拿去过哈，屋头油少了，先拿水过哈再说。开了过后，煮个十分钟、一刻钟都可以。鸭子打起来了。好的，再拿水再冲一下，冲干净。干净沥干水，刷点炒，准备调料。枝姜、小米辣、大蒜切好了，弄点盐，码味。准备去备用，刷点下锅炒。下油，浸了水那个鸭子放些油炒，炒，油子炒香哈。啊，再炒锅那自己做的豆瓣，豆瓣炒香了，下姜、小米辣，安逸得很喽。放盐放葱头切锅。烤鸭子香不香吃嘛？搞定。